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三个人，我是展龙，我是英生，我是展瑞，耶、yeah ！恭喜又发片了，真的，因为上一张单曲你们也有来自带宣传，对，这是我，而且 MV 上一张已经突破千万大关了，点击率，对，谢谢大家支持，谢谢。为什么英生你要突然转过来很骄傲一下吗？没有，我想说给你一点回馈，对对对，想说你有在讲话，要看你一下，要以示尊重。而且我看你们 MV， 很帅哎，好谢谢谢谢谢谢，而且是很厉害的导演拍的，对，这次是找到谢刚刚导演，谢刚刚导演。那这样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也一定有很多想法，你们会跟导演讲说不要，我要，因为你们自己其实他们才不敢吧，因为那就是他的风格啊。对，如果我们硬跟他说哦，我们平常都是很欢乐、很搞笑、很什么，那就失去他的风格啊。对对啊，那。这次是三个人都自己有自己的单曲嘛，对不 对, 对, 对？自己的歌，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？好，那我们双胞胎先好了，就我跟我弟的单曲叫做《闪退》，在各个数位平台都听得到，那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YouTube 的 MV。是什么样的一首歌？它是它是一个 Tropical House 的曲风，就是 Tropical House， 对 Tropical House， 然后 K K 雷滚雷滚，大家这样解释一下 Tropical House 是什么意思？大家呼吸是雷鬼吗？比较热带一点的那种摇夏日摇摆的，因为你知道有一些，你不要看稿子里面写雷鬼，就说应该全部都是 always 都雷鬼，因为有些人会不认为它叫雷鬼，因为现在音乐类型太广泛，因为中文比较没有这些定义。对对对，是这首歌其实它叫闪退的意思，大家一开始可能会觉得，哎，它应该是一个逃避现实的感觉，可其实不是，你仔细听，它其实是一个很开心的歌，就是告诉你说，其实有时候你要稍微放过自己，稍微闪退一下，对，然后再回来，其实结束是迎接一个新的开始，不用一定要那么难过。你的歌是什么样的类型？我的歌就是他们那个闪退完逃避回来，要面对现实的时候，一根稻草，有对，有一根稻草，就是支撑你要去追逐你的梦想啊，或者是你在人生中遇到什么挫折，其实都会有人在旁边支持你啊，不要忘记这件事情。所以就可以听这首歌，让自己给一点自己一点力量。那既然认识那么久，今天会有一些关卡要过，太恐怖了！你想干嘛？对啊，也太突然了吧！原来来这一招，我也知道来这一招。那我们首先我们要考的是心电感应的部分，好的，那彼此的默契好不好？好，进行心电感应。Go。好，那心电感应要考验三位啦。待会我会念题目，你们要同时讲出那个答案，要看你们三位的默契。好，我们总共有十题，答对六题，三没有答对六题的话，就要三个人接受苦茶的惩罚。没错，好不好？所以彼此的默契 OK 吗？不好，不太好，可能都认识这么久了，彼此最近谁在干嘛应该都知道。就是因为太熟，所以其实有时候那个默契会歪掉。对，而且有些事像我是透过报纸才知道。真的假的？很棒，对，所以他们就看电影了。而且有些人没有约我，还会在电话里面吼，他说没有，你就听他们不要乱写，还吼哎，哪里吼啊？然后我都要去上网找那个虚心文来看。我约他们约不出去，是，就上次还打给他说，哎，要不要去唱歌？他都不要，木星就会。所以唱歌就可以知道第一手消息。对啊，开玩笑的啦，上我们上一集的节目，他什么都说了，他什么都说，他告哎告大告白。你说周杰伦吗？对，不是，我们是周杰伦说好。杨虎鹏，我冒犯，我想问你们怎么认识的？你们怎么认识？我也想问，还是认识的？对，所以你们是知道的吗？你们两个是知道的，知道，但是不太清楚细节，不太清楚。对，他平常他私底下会跟你们谈，他其实应该说，如果你问他，很乐意聊，但是他不会主动去跟你讲，但他很乐意聊。哎，那，来，我要做一下，来聊这一段。所以为什么？因为。
就是一起演戏的人那么多啊，为什么就是你们会特别的，就是约出去看电影？对啊，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好聊的人，你有个整人哪里好？没有，他就是一个很 nice 的人，对，真的，而且很好笑，很幽默。哦，你搞劲呢？可是你会不会搞劲啊？因为有的时候。就是譬如说你的姐妹一定会有，就是说你的新感情他们会给你一些建议，或者是会有一些担忧，会不会有你的姐妹会担心她看起来有点花花的？有很多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那你要怎么说服你的姐妹？哦，我就说有时候人是靠相处这样，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相处型，有没有？可是她好像蛮厉害的，她好像目前认识她的姐妹都直接一干这样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，干，就是我干掉是只说干掉，干掉是只说干掉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开枪直接死。对，就像你不要读到我的感情，不要读到我的感情，不要读到我的感情。我的感情我要自己选择。对，什么？我换一个词，过关。就是过关，过关，过关。很祝福。哎，你是什么座的？不是什么座？母羊座。母羊座。母羊。哎，你有在看新闻？有啊，每天一早就起来看新闻。母羊座会这样子哦。母羊座就是会怎样？就是比朋友反对，他会一个直播。哎，你是不是也母羊？不是，没有，我天平的。天平。没有啦，因为他很好相处啊，就像他遇到他们的时候也很好相处，大家都是对很好相处。所以你们见过几次？很多次了之后三，现在等一下现在是可以聊的，我现在是，我刚刚是连见面都讲出来，那个妹妹怎么这样？两个可能很无聊，因为我这个词题全部都是有关他的词。我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因为他很坦荡荡，我也很开心。对，我没有坦荡。我刚也松懈，我刚松懈。你刚讲说我们出去 ，OK 嘛？现在都什么时代？是啊，我都会去看电影，你们一定也会。可以看电影，他也会搓我的背啊。哎，下次多发了好不好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来宾，自己挖坑给自己，自己主办，太好棒了，都不用主持人丢，来宾们怎么这么棒啊？是超级大妹，应该的，冲动幼稚园的你，没有啦，啊，人家要东西我们要给一点，对，好感人哦，太好了，太喜欢他们。那我们来进行这个默契大考验，好了，牵手，来，请先牵手，我可以不跟你们牵手，好的，不行，来第一题，请问。最重要的节日，三、二、一，情人节。不一样。那情人节、生日、母亲节，情人节哪里重要？我刚第一个想他会讲情人节，我才想情人节。哎，可我刚刚是觉得你会讲母亲节，因为生我们妈妈。所以你们都为我着想。对对对。哎，我们等一下尽量以你为主，就你就想我就想自己的生日。你刚就来第二题。生肖，三、二、一，兔。谁是兔？谁是兔？谁有他们？我们两个，我们两个都是兔。对对。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他是龙。因为我知道他们要养兔。那说我们是什么生肖？兔。他是什么生肖？你知道吗？这样子，他也是兔子。也是兔哦，童年的。哇，难怪想兔快了啊！来，第三题。小人打爆。手指头，手指。三、二。一大拇指，手指头，我刚要什么？你要比谁？对对对，我刚要。哎呦，好呆哦你！我刚居然要用笔头，怎么可爱啊？对不起对不起，他是比食指，他指甲，你我是食指，大拇指，大拇指，怎么会是指甲？人家你不是喜欢做水晶指甲？可是要做手指头，好不好？你想你自己就好了。真的吗？好，你们目前只答对一题哦。傻眼。继续，来第四题。爱喝的饮料，按三、二、一，奶茶。你干嘛？等一下，我刚忘记你爱喝什么。不是，我们常讲的东西啊。奶茶，两个都奶茶，是奶茶啦。其实是奶茶。那你要说什么？奶茶可以吗？你刚刚有没有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牛奶制品，只有说牛奶。来不及，送一下，我们刚送那么多了，这样吧，这题没中，送那么多，送半题，半题，半题，好，半题，来，第五题，颜色，三、二、一，紫色，你要说什么颜色？啊，你要说黄色对？想你叫我想我自己啊，你真的很奇怪，你就会想你自己，对呀。
不是，后面的题目太难了。等一下，我刚有想他，因为他喜欢紫色。我好傻眼哦。你喜欢紫色？哦、你喜欢紫色？其实我有想。对，我蛮喜欢。那为什么你的宣传服不穿这套？因为造型师就给他紫色。哦，是造型师决定的。对对对。对。啊、OK。又没答对。是你这件裙子非常好看。谢谢。哎，他们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对，我们怎么都没觉得太搭了吧？怎么会这样？真的，你们可以拍一个。那请去看电影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就这样子，真的狂神。会不会热？你们是最棒的来宾。真的，谢谢。超级英雄。哇，这个好多哎。这个太夸张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别绳索。雷神索，蜘蛛人，蝙蝠侠，女生不都喜欢雷神索？对，雷神索最帅。你刚说什么？蜘蛛人。你喜欢蜘蛛人？我不是喜欢蜘蛛人，我就想到蜘蛛人。你叫我想自己吗？这个哇，要不要直接喝苦茶？是不是？他们家几题而已，是不是？几题而已啊！来，下一题，水果，三、二、一。香蕉，香蕉，是草莓，不是香蕉，没有默契耶，不是香蕉，我喜欢吃草莓，我也喜欢吃草莓，那你为什么不讲？我要讲，就是他刚刚要开始，他刚捏我们的手，就是说想我，想我，对，想我啊，不是香蕉吗？十二年真的熟吗？你们真的有密切的相处过吗？完全看不出来，没有，不是香蕉又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。你想我好不好？你不像我想我，你也会吃香蕉，我不想吃香蕉，这是什么？你不是有时候说你家香蕉？不是吗？没错，那是因为 Seven 只有卖香蕉。那不要这样让他误会啊，草莓没有那么容易得到啊，而且你身上也没有草莓啊。哇，你真的……哦，我觉得下一题你们要想想音声会想出来的答案再做回答。对，好的，下一题。音声的男朋友，三、二、一。音声的男朋友，三、二、一，留不住。哎，这是紧急，好了，可以剪预告了，可以剪预告了。我只是赢，我只是赢，不是。不用数，不用数，大局着想，大局着想。这个关卡够了，够了，可以了，够了，第二了。你自己人挡挡挡。主持人喝，来来来，我们喝。你们这一局，不这一局，这一局点击率爆棚，就是死要被骂的啦。哎呦喂，我的天哪！你们接下来我们要玩的是比手画脚。好，接下来玩的是比手画脚，你们三个人要 PK， 但你们一个人在那边比，你们要选我们其中一个主持人一个人猜。好，看你们要选谁。好，通常我的胜率是比较高啦。选。然后凯乐有时候莫名其妙，突然会变蛮强的，但是可能他需要一些比较。多解释的东西。可是上次你说你胜率比较高，可是我记得上一次我输的很多。我都忘了，就是那个丢那个砖块什么，丢那个愤怒鸟。好，这次不一样，没错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 round 我们请展荣。啊，我好。展荣，请挑战，你要选谁？Pick me up， pick me up， 完蛋了啦，怎么办？你们就要选谁？你就是你的 follow your heart， 对。顶多输了就喝苦茶也还好啦。我想选还好，凯乐吗？真的假的？你完蛋了。第一题，请看屏幕。这个几个字？哦，这么多？哇靠！8个字。8个字。我们刚刚有提到有浩克，然后不能讲话，怎用笔的？浩克在哪里？厕所，浩克在厕所做什么？吃香蕉。不能讲话，怎用笔的？厉害。谁？一样八个字，然后不能讲话，不能讲谁？唱歌，周杰伦。然后再真的是周杰伦，公车上，周杰伦在公车上感冒了。
不是，喷嚏。对对对，下一题。然后，星星，另外一个猴子，会讲话，对，狒狒，然后，狒狒在溜冰场，然后，大便，狒狒在溜冰场拉肚子，狒狒溜冰场，三。我知道，狒狒在溜冰场上厕所。对。哇塞，好强啊！哎，九十九哎，对，我是聪明哎。继续跑，还有两题啊，还有继续来。谁？喝醉的人最不是最进攻。谁喝醉了？鼻子大大的成龙。然后四三电梯二。下一个，我凯乐，女明星，什么东西？林志颖，罗志祥，棒球场，吃面，罗志祥在棒球场吃一个什么东西？吃面条。三二一，拉面。对。哇，五级神棍吗？这个真的好强，很强耶！谁要选你啊？我们选他好了，上题都选他了，都没有选我，让你们玩，玩白胜。哎，你们不选很好哎，对啊。这样就知道。想说到底是谁？结束了。对，结束了。好，好的吧。第二位，音声。好，那我选那个。没有，我们有群主啊。It's OK。来，好，准备喽。好，题目请看。猜。这太难。会一直拍照的地方。怎么办？好，回答，回答，笨比，来回答。现场。怎么样？蜘蛛人在演唱会的现场跳舞。错。下一句。告诉我答案。蜘蛛人在公园拍照。公园很难比啊。公园怎么比啊？公园荡秋千啊。啊，他直接说蜘蛛人在荡秋千啊。对不对？好，来下一题。谁？哈哈哈哈哈！戴眼镜，卢广仲。哈哈哈哈哈！脚桌边要露出声音，我们不能有声音，怎么工作？有轨道，有轨道，很快，有轨道，对。高铁，内置的。哇，这个声音太明显了。陈玉玲在捷运上起鸡。我好想看陈玉玲在捷运上起鸡的样子，好有画面哦，好难哦。好玩。
好，这一题没答对，来下一题。啊？谁 ？S 小 S。吹箫，吹乐器，吹直笛，吹笛子，你吹喇叭，哎对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对对，来下一题，鸵鸟，鹤鹤，鸵鸟，鸵鸟在哪里？鸵鸟在方方的冰箱，冰箱，对，冰箱里，不是你猜。下一题没了吗？总共答对三题，没有，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那是你厉害的，厉害，超强的。来，换展瑞，哎，只有我选，没关系，你可以继续选他，我想看他多累。我准备好了，来了，准备，请看，谁？哦，来下一题。谁？很难的是什么？谁？潘玮柏，潘玮柏，周汤豪，不是明星，一七直播，一起。三二一，那我第一个头绪。然后嘴巴会，黄立行，对啊，可惜是凯乐，太强了，太可惜了 ，sorry。凯乐，你到底会不会？凯乐，谢谢凯乐，凯乐穿好一点好不好？来，继续下一题。谁？我凯乐，我在游泳池。做泡沫红茶，做奶茶，做珍珠奶茶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我是来打工。一。你在游泳池打工？跟工作都不顺。我在干嘛？放着喝咖啡。比一个数字啊！你比一个数字就知道啦。什么数字？那个。不是，你给他看，你给他看，不是啊，这是八五六七八，你比错了啦，你比错了，哎，不知道那什么数字，八，来，因为这里也是不算的，九啊，就比九就好了，对，我有九的账，喝酒啊，调酒啊。好，第一个数字不是，你知道为什么我比八吗？因为 bartender。哇，要这样，对，所以好难，对，字面上就有酒，比较浓口一点，喝酒。可是差一点，因为酒是小杯的，然后他们会有这个动作。哦 ，OK， 不是，你要想跟我不一样，自傲，好难的。好，这一题不算，来下一题。叶问。哇。楼梯，大大的，方方的，大大方方的，阁楼，云梯，三，二，窗户，停，来猜一下，怪哪眼？叶问在窗台，不是，叶问在，来，医生你比一次看看，好，叶问在，你不用比啊，你自己就是啦。大树屋，树顶，树头，树上，哈哈哈哈哈，树头都怎么放弃啊？树头，我天！好，这题答错，来下一题。
凯乐累了，他累了，对他累了，打招呼。公募团。云霄飞车，游乐园。郭富城在游乐园打网球，打排球，打排球。答对。那这一关是我们的展荣，是吗？展荣，展荣，哇塞！你是游戏王啊！游戏王，好会猜哦，真的。没有，猜的是真的。那个时候凯乐还有精神，可是他很厉害，对啊，很厉害。对啊，哎，你脑筋，你脑筋有很多跑马，就是脑筋转好快哦。我觉得我那个鸵鸟猜的很快。对，鸵鸟不错，真的。好，来，展瑞，惩罚时间，你喝一口就好。我们俩现在苦茶，可以喝一口感受看看。可他想整个喝完，他想喝，他想排毒。好面啊！对啊，哎，你喜欢哎？展瑞，没有，这种东西就是后劲很强，会比较对对。他会越来越，我劝你不要了，因为他后劲真的很强。就这样吗？会苦到最后，你可以喝完啊，喝完镜头是蛮多的。所以现在是镜头是会流，其实我是可以喝的。那你直接喝音乐喝啊，男子汉哦。所以现在喝是没问题的，没问题啊，不然待会喝会有问题吗？因为你说后劲很强，后劲就可能苦到醉，对，很苦。后面人在吃药，对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 Magic 爆很大，好的 ，Magic 爆很大，这一关一直以来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个单元。为什么？每每在这个单元，我们都会把来宾逼疯。搞到崩溃，因为我们的气球好比元气弹这么一个大颗。不要觉得怎么样，因为这都是我的 idea。太狠了！我跟开会，大家开会讨论出来，让大家勇敢的把一些事心里的私密爆出来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还有这些考验都是很私密的问题哦。没错，真的。对，如果来，待会第一个人上去之后，你回答之后，另外两个人只要说满意，你就可以下来。好。但如果他们两个不满意的话，你就要一直在上面接受我们拷问。好，好不好？他们还要满意。对他们两个满意。好。来，第一位，英森，请上。哇，第一位比较还好。哦，这好辛辣。气球，请冲。第一题，如果拍吻戏男演员伸舌头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吐，是真心的，真心。刘书王伸舌头，你们怎么办？我会吐，会这样吗？不会，你会？哦，对了，很享受，超享受。来，这答案满不满意？可以。可以哦，哎呦，来，换下一个了。哎，啊，我懂了，所以展荣，他会一直变大。对对对，你怎么笨啊？不知道。来，展荣，殷森、董仔、木星出全裸写真集，你会买谁的？殷森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可爱啊。我满意。满意。好，来换人，来展瑞。如果有一天殷森跟你说他喜欢展荣，你第一时间会怎么做？哦，祝福他。祝福。嗯。这答案你们俩满意吗？祝福他，应该算可以吧。好吧，我感觉都是有点暧昧的感觉。来换人，来殷森，你觉得这群人里面谁最丑？哇塞，这问题丑哦，我吧？怎么会？真的，没有，这我不满意，这不满意对不对？来，满意有一个最真实的答案，我不满意，不满意。来继续冲，气球就给他冲吧。来下一题，请问牛肉面。海鲜意面跟干面，你最喜欢吃哪一个？牛肉面。牛肉面吗？牛肉对，牛肉面满意。这个答案满意吗？两位，好满意。好，再大一点再不满意。好生气啊！来，你们自己换展荣。请说出一个展瑞最丢脸的一件事。展瑞最丢脸的一件事，对。好像还好哎，怎么办？哇，那就这样啦。哦，那就回去等一下，因为我抽一个时间让他慢慢抽。医生，干嘛？我也忘记了，很少丢脸的事。对啊，丢脸事情跟从小啊，你们从小一起长大的话，一定有发生一些还是对他什么丢脸的事吧？不满不满吗？他曾经偷我东西，然后没有承认。什么东西？我没办法满意。小时候有一个玩具，就是那是我的。然后某一天，那玩具不见了，然后我就看到在他那边，我就问他说：“哎，这玩具是我的吗？”他说：“不是啊，这是我花零用钱存钱买到的。”可那个玩具其实没有在卖，那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小玩具。偷东西，哇，不满意，我也不满意，很无聊。爸妈买来公家玩的玩具，你要回答到他们满意。他
怎样都不会满意啊。真的，真可怜啊，他卡在这了哦。你如果不让我下去，我就要继续讲了。对啊，你就直接讲啊。我满意，我满意。来，找一个，找一个。你是受死了你。好。如果你要选一个人退出这群人，你会选谁？为什么？而且你不能是你，选你自己。对，不能自己。什么东西？选谁哦？这群人如果你要选一个可以退出，你有这个决定权。阴森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觉得他很聪明，他退出我不会担心他。退出为什么？那好，我去谈恋爱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我不会担心他，因为他就是很聪明的人，有才华的人，有才华。对，我不担心其他人，我可能还会想说啊，你要做什么之类的。谁最担心？没有，谁最？我是觉得我比较放心。你刚刚不是只问一题吗？怎么还有另外一题？除了我想问的，谁最担心？我最担心石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摄影师，然后其实他的个性比较。没这样讲好吗？没想法，比较随和啊，随和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容易被骗。两位同意吗？我觉得还好哎。什么东西？真的很松散。这应该不是他最真实。对，我要问他的，我要爆料他的。他私下来，他私下讲啊。你要讲到一个他满意的，你才可以下来啊。不然董仔好了。董仔，因为他的个性感觉可以嫁的。她是一个好老婆，她可以嫁了。对对对，然后她也比较顺着男友的那种过程，好官腔啊。我想听男友讨厌谁？男友最讨厌谁？然后郑俊彩荣最讨厌谁？心胸太大了。最讨厌谁？一定要选一个最讨厌的，展荣。对。做到死了。我讲谁都不对啊，就摆明没有让我下来，是不是？好，他说展荣，这答案满意吗？你们？哎。你如果想要看阴森，我个人可以，我就觉得可以换阴森做做看，是不是？你满意吗？可以。你也没有不满意啊？你想去吗？来，阴森，阴森，我不满哦。哇，你们都不怕气球啊？来，我怕。最不能接受男生有哪一种体臭？狐臭、口臭或脚臭？狐臭、口臭、脚臭都不行。就都三个都不行。第一名。第一名的。口臭吧？口臭。为什么？因为口臭平常会讲话、啊、会接吻，对，没有要干嘛的时候还是会讲话，就觉得那会接吻就会闻到，对，那你上次接吻是什么时候？我这次接吻是在是电影院外面那一次，直接把他炸死，对啊，把他炸死，他当最后一个，对啊，你们两个怎么一样？是在电影院吗？电影院吗？不是。那一次，那是在摸背前还摸背后？不是，哇塞！你们两个都叫我满不满意？没有办法叫啊！你要回摸背前摸背后，他回答他有回答，回答，你蛮满意吗？我觉得好像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你就继续问下去了啊！怎么满意了？满意了，你们刚刚讲满意了。该你了，该你了，真的，来，听那么爽，好。请问你觉得线上哪一位 YouTuber 影片最难看？哇！等一下，不行啦！等一下啊！天哪！一播出来你会说这种影片可以放上？哇！太紧绷了！太紧绷了，这太紧绷！这太紧绷！要砸到你吗？好大声！应该是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全场吓死哎！没事没事，重点是你还没回答。不是，我牺牲了，牺牲了可以不用回答吧？我已经牺牲了，还是要回答一下。对啊，来，我们游戏就做完。我觉得就展荣展瑞吧，好不好？真的很难看，大家不要看。只看一次，听我们唱歌就好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听他们唱新歌，欢迎展荣展瑞带来的《闪退》。闪退。
失去热度，点亮我疼痛的程度，快速变得模糊。发现这个领悟，怎么挽回就怎么辛苦，不用等你来说结束。我不要爱情占满所有记忆体，释放空间，让自己可以喘口气。让我闪退你的生活，所有感觉荡起冲动，让我早点离开看透。看你其实可以好好过，转一个念头马上换来自由，最后一次我被你放逐，悲伤才不会一直重复。如果你想走，这次让我慢走不送。 That's right， 让我自己选个礼物，那是换来解脱顿悟，就像手机过热速度，来得仓促立刻当机结束，无时无刻被你荼毒，就当我在那相处，不准我是你太白目，不要再多说，留我一秒钟，让我闪退你的生活，所有感觉荡起冲头，让我早点离开看透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第几次表演这首歌？第二次，哎，第二次，不用拿麦了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第二次，对啊，蛮不一样的。有排练过完的走位什么的？其实没有没有，刚完全是心电感应。因为这首歌我们想要比较就是比较随性的，比较 swag 一点点。那接下来是音声，好，要带来的是新歌，叫做是稻草，掌声鼓励。这首歌，我觉得这首歌在 K T V 会中，真的，这首歌蛮
蛮朗朗上口的，蛮拔辣的，对啊，就好听、啊，是好听的，而且会有，就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心里好像也有自己的一些小故事在脑海里跑。对啊，也是你自己选的吗？这首歌？对。真的还是要自己梦想这件事情，要传达给大家。只里面，所以里面只有梦想而已，还是有一些 something like that， 什么都可以，爱情啊，那样结婚啊，开始掉自己去。对，哇，想这么远了？没有啦，才刚开始而已啊，挖洞给自己。所以是献给他的一首歌。没有了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大家互相打我，有吗？真的？不要不要。最后当然好好宣传一下作品好吗？好。就是我们三个人这次的发专辑的那个模式有点不一样，就变成双胞胎一首我们一首，然后两首歌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，一个是带给大家可能力量然后支撑的感觉，另外一个就是你们自己介绍。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闪退，其实就是跟刚前面说的，希望大家不要觉得闪退是一种逃避现实，其实是放过自己。对，在面对任何负面的时候都稍微往开心的地方去看，其实一体是两面的，对，希望大家就是跟我们一起闪退，对了，但是接下来三个人也会有其他的计划，希望大家可以敬请期待。好的，有补充的吗？各大数位平台都可以听得到，然后大家可以在 YouTube 观看我们的 MV。谢谢三个人，谢谢。郭书瑶、曹佑宁、王伯杰、马志祥等人出席新戏人际关系事务所首映会，现场播放短短15分钟的片花，精彩程度已经让大家迫不及待啦！看完以后就觉得，大家相处了3个多月以来，然后努力出来的成果是这样的呈现，其实非常感动，也非常开心。对，其实人际关系事务所就是整个跟我们的剧情就是环环相扣，因为就是开启了这个人际关系事务所，然后我们才开始后面一连串的故事。这次新生代小鲜肉曹佑宁首次接演偶像剧，却迎接了超多挑战。除了让怕高的他从高楼跳下，还惨遭瑶瑶各种凌虐。他真的很可怜，因为其实我很害怕演打人的角色，我宁愿被打。然后，但他常被我打到，真的就是满身伤，他脸被我刮伤哎，然后我还把那个花盆给打破，就塑胶花盆往他头上撒，然后砸到破掉。然后打他巴掌，就是因为导演都说要往死里打，所以巴掌一下去，他脸真的就是红掉，就立马要补妆，就是巴掌印这样。开心的可以为瑶瑶摇。对比曹佑宁的惨况，瑶瑶简直是享有超好福利。与曹佑宁、王伯杰两位男主角都有吻戏，不过说到两人的吻，比较喜欢哪个时，瑶瑶被王伯杰出卖啦？我觉得感觉挺好的，但我真的比较好奇女生的，比较的，对，啊？另一半会吃醋吗？开玩笑的啦，王伯杰，开玩笑的啦，王伯杰。6将登上小巨蛋开唱，两大美声歌后这次要为已故知名作家以及词曲创作者三毛而唱，因为三毛不仅是他们的偶像，也是他们的最佳合作伙伴。没有想到说会经过30多年才要再来诠释这张唱片。其实当我在练这些歌的时候，有时候就很不自觉的，真的就很感动，会掉眼泪。当初制作这张专辑，跟三毛有比较密集的接触，在那半年到1年的时间，然后每次讨论歌词都是到他家里去讨论啊。那三毛就是很浪漫，然后阿潘也是很喜欢三毛的家，因为他家好多的什么书，好多书。对，回忆起和三毛的点点滴滴，两个人话匣子一开，潘越云说自己受三毛的影响至深，因为我当时看上他一个很漂亮的埃及来的盘子，三毛没有送给我，也没有要卖给我，也没有卖给你。他说：“你去照照镜子吧，你的前世就是个埃及人，你不需要这种这个盘子。”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把我的眼睛画成埃及人。好在有一根稻草，在崩塌之前让我。